姐姐跟弟弟在喝椰子汁。我在吃芒果冰沙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芒果冰沙。没有。哦，好，只有你吃椰子水，然后后面是阿婶，跑到你面前，你没有拿。弟弟，你知道吗？前面那个小哥哥，他的订阅比你还多，他多你很多。那哪个？每个都比你还多。那个。反正重要的不是订阅，是赚钱。哇！他直接看到你的时候，什么？放出来了！哦，好好好，那、欸、快喝快喝！哇，弟弟讲话要小心，要小心。我们在吃瓦城，这里很多高手在教我们。爸爸平时教的吗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我根本没有教他。真的，是。哎，不要乱！我教你什么？